我们那我瓦达家的那华东中国一点那国家风景区域，哦，我们的什么路的那个中国园游会，我们那个的这个里边那是给木嘎沙，我们的什么沙仑的阿古扎，我们的德玛外一点个那花环公园，我们那哦一点个那多，像说的在巴达瓦的你登陆松安，我们那那个那个那多，沙仑嘛的哦沙道扎什么安。 阿玛乌扎巴布朗那里那莫扎伊那朝伊，主要他们那嘛开的只看一点那都印度瓦巴阿万，奥迪阿曼那华东总管处奥马人那个的巴朗奥干那只看的比那斯基，木卡山苏木多个的个那中国园游会，奥格木人个那的那莫扎伊那朝伊，格麦格麦的个那都瓦里安达巴达瓦的奥德鲁松安，奥格格都马达达拉丹，奥木卡山个嘛的尼巴尔博个的只看一点个那都花环公园。 因为他们其实很想推动他们的这个出来在地文化，让他们的就是游程观光，然后借由这样的模式，然后可能慢慢就是我们中港处在旁慢慢辅导，然后让真的成为一个可以上架的游程，然后由部落自己来推动，特别做一个工作假期，然后让很多汉人的志工朋友到部落里面跟着族人一起工作。今天来参加假期工作营的这些好朋友。 也会告诉他们的朋友说：“哎，你们来到夏滨了，看到这样的花材，哦，去连接说啊，花环，还有花环它的背景意义。” 干嘛注意？俺的妈妈在马甸南都，加卡住那里，那里那莫在伊马若他妈那么个的，只干伊的南都，加快那来伊的南都印度阿巴阿万，伊的那巴达瓦的德鲁松安，伊加卡住马拉达姆伊的那学习工作营，哦，干嘛注意？我的马卡布登那干嘛个的西罗马央，干那达干那达，那里那莫在伊那找伊加住困难，哦，干嘛注意？马若他妈那么个的伊的印度阿巴阿万，哦，马斯卡马拉达姆干那达加快。 那四天三夜，我就在这个部落生活，跟着族人一起做事。然后我下一次再回来的时候，我会更有亲切感。真的很辛苦，没有错。但是你相对的，你得到的东西是心灵上的一个满足。 工作人员对于古达勒格那的那莫扎伊哦，格的只干格那多，我个实验哦，格马瑞那的那莫扎伊那朝伊巴萨巴姆格马达达拉达玛，伊的那多塞古烟，伊的那多格怪难格的只干，哦那德玛迪克斯格的那格格鲁那尼巴切利文，伊的格那的马瑞阿库姆鲁达马斯卡萨杜格那只干格多，嗯马瑞阿姆格格鲁莫扎丹亚哦，格马瑞马瑞马斯卡格多那多莫扎丹亚那的那。 找伊哦，关难噶的日干伊的噶那都加噶鲁难那职工，阿在带便宜。